讲述岷江的传说，万水千山铁马金戈，太行耸立岷江丰碑，文韬武略精忠报国，星空闪耀岷江的光辉，英雄豪气士兵本色，日月辉映岷江功绩，标兵千秋气概山河，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。在这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，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。我的老战友啊，你的思想上是不是也转不过弯来啊？是啊，我们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，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，这叫革的什么命。哎，我也在想啊，红军接受国民党的改变，这改变以后谁来领导？那国民党会不会借机整我们呢？蒋介石多次围剿我们，逼得我们爬雪山过草地，我们损失那么大，死了那么多的同志，现在我们却要穿上国民党服装，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，成了国民党的第八路军阵。哎，你们二位的想法可不对啊。哟，彭总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重点解决了红军改编以后的战略方针问题、宗旨问题和领导权的问题。名义上叫八路军，实质上还是红军，仍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军队。我们这一级干部思想疑虑容易解决，不好解决的是广大的基层官兵。是啊，面对这一重大的转折，许多同志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。所以啊，我一回来就先到你们红一军团，二位切记发发牢骚可以，千万不能让波动情绪在战事中蔓延啊，这样对抗战是不利的。我解决你们的思想问题，你们呢解决师级干部的思想问题，一级解决一级，一级替一级负责任，顺利完成改编。彭总，透露一点洛川会议的消息吧。是啊，彭总，就透露一点吧，比方说部队建制还有干部变动方面的情况。透露不透露，你们二人也要分道扬镳了啊。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，把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朱德同志为总指挥，
我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兼前方指挥部司令员，叶剑英任参谋长，任弼时和邓小平任政治部正副主任，你左权同志任副参谋长，与我同吃一锅饭，同举一杆旗。八路军下辖三个师，红一方面军等部15000多人，改编为115师，林彪任师长，聂荣臻任副师长，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。红二方面军等部14000多人，改编为120师，贺龙任师长，萧克任副师长，关向英任政训处主任。红四方面军等部13000人，改编为129师，刘伯承任师长，徐向前任副师长，张浩任政训处主任。改编方案什么时候实施？所有部队均按兵不动，先解决思想问题，待部队转过弯来以后，更换服装，划分编制，届时还要举行誓师大会。萧景同志，你应该懂得什么叫绝对服从。我们红军再怎么着，也不应该穿国民党的军装。上面并没有写着国民党三个字吗？是没写国民党三个字，可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，它就是国民党。服装只是个摆饰，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。反正我是不穿。小景同志，到。你是警卫员还是首长？我是警卫员。可是你把警卫员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报告军队长，我没忘。我问你，警卫员职责第三条是什么？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用生命和鲜血保卫首长的安全。你做到了吗？首长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保证冲锋陷阵，绝不回头。没那么严重，我让你高高兴兴的把这套军装穿上。你如果还是我的警卫员，还在我身边工作的话，马上把这条军装穿上。老乡你好啊，大叔啊，今天的庄稼长得秀姑，这是你的臭算盘，还给你，我家余你2000了。嘿，秀姑，
这是叔叔送给你学习用的，拿着。我妈说了，你们现在全是坏蛋了，我才不要坏蛋的东西。嗨，你为什么叫叔叔坏蛋呢？你瞧你，穿着遭殃精的衣服，帽子上还戴着坏蛋的圆巴巴，就是坏蛋。别人叫我坏蛋，你不能叫，因为我是你的叔叔。秀姑，拿着啊，啊，放开我！哎，秀姑，放开我，拿着。秀姑，你，叔叔，没事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小景，秀姑咬的我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，首长，咬的是你，心疼的是我。首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穿着这身老虎皮，上下一片埋怨不说，连老百姓都不理我们了。以后，我们不就孤立无援了吗？小景啊，老百姓对我们的怀疑和误会，是人之常情。过去，我们大土豪分田地，和老百姓水乳交融，老百姓信任我们。可是现在，为了抗日大局，不提与国民党的旧仇，和他们联合抗日，并且委曲求全地接受他们的改变，老百姓当然一下子难以接受。这正说明老百姓对我们的一种期望，对我们的一种信任。心舍不得我们呐、啊！这老蒋答应抗日了，我们就把他放了。他是出尔反尔呢！啊，老蒋是我们红军的天敌，绝无信用可言。哎呀，真是不理解！脱了我们红军的军装，穿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狗皮，还要戴上这青天白日的军帽，还要听他老蒋的指挥，你说这不岂有此理吗？这名称也改了，服装也换了。那会不会同国民党一样打人骂人呢？千刀万剐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臭不可闻！文小满，带上。国民党就是穿上红军服装也不会积极抗日，我们红军就是穿上国民党军装照样抗日。你们回去吧。小晴，到，通知郑志忠速到司令部。是。下级看上级，战士看干部。你一个人不戴帽会影响整个特务营，像什么样子吗？这军帽我不能戴。为什么？军帽上有狗屎。比狗屎还臭。什么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这事用不着说清楚。首长，你心里应该明白。我只明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。郑志东，你马上把军帽戴上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就是枪毙我，我也不戴。正是中你，我情愿回家去种地，也不愿带着青天白日帽徽。就因为一个帽徽，你就可以不要军纪，不要革命了？首长，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可打来打去，我们却成了国民党。这叫革命吗？有疑问，你可以坐下摆道理吗？军人不能不要纪律。首长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家八口都死在戴着青天白日帽的国民党手中。我父母是早期的芦荟干部，被他们活活打死。我大哥就说了一句同情红军的话，一家四口被他们满门抄斩。我二哥逃避抓地，
被他们当了枪靶子，更可怜我有八岁的妹妹，就因为我是红军，受了牵连，被他们活活推到江里，到现在尸首都没找着。是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，疼死了我们多少同志，多少战友，多少亲人，是我血流成河，这仇能不报吗？这举报我不能带，死都不能带。我也不愿意穿这套国民党军装，尤其这个青天白日帽徽，我更不愿意戴它。有时候甚至我认为戴着它，有亏死去的战友，有亏养育革命的人民大众啊。可是，志忠啊，目前大敌当前，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同国民党军队并肩战斗，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，中华民族就无法生存了。不能赌一时之气，你也闹着回家，他也不听指挥，我们好端端的红军队伍不就乱了套了吗？要识大局顾大体，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这种冲动是要误大事啊。首长，秦妈妈和不少老百姓挤在司令部门口吵着要见你，快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一个营长总不能老让别人做工作吧？我想不通什么话吗？郑志忠，我告诉你，命令如山倒，你同也得同，不同也得同。半小时以后，特务营全体集合，我亲自检查你们的军容风纪。怎么了，秦妈妈？秦妈妈，这大老远的，你老人家怎么来了？你以为你们换了地方，穿了这身老虎皮的衣服，我就找不着你们了？秦妈妈，屋里坐吧，有话慢慢的说。我坐不住。这，秦妈妈，屋里坐吧，让乡亲们都屋里坐吧。我问你，你还是左权吗？秦妈妈，我还是左权呢。还是红军的左权吗？我是红军的左权。秦妈妈，你有什么心里话，敞开着说吧。你知道乡亲们为什么大老远的赶来？我知道，乡亲们也有好多话要说，是吗？没想到我们勒紧裤腰带养育的红军队伍咋这么心黑呀？你们说，国民党给了你们当官的多少金条？早知今日，我就不该让孩子他爹替你们去送命，你们把他们拖下来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知道乡亲们为什么这么冲动吗？因为他们都是红军的烈属。我们从海洋赶过来，只问你一句话，赌完了就走。秦妈妈，你请讲，我听着。你们还是当年的红军吗？
我们绝对还是当年的红军。不，你们改名换姓了，你们成了国民党的军队。红军改成八路军，可我们还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，是人民的子弟兵啊。如果真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你们就脱下这身老虎皮的衣服，重新穿上红军的衣服。请原谅，我们穿上这套军装是为了抗日的需要，我们不能脱呀。是抗日，不要拿抗日来唬我。只要是中国人，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抗日，为什么偏偏要穿上国民党的衣服，戴上国民党帽徽去抗日呢？亲妈，你听我说。你不要这样叫我，我是红军的亲妈妈，不是国民党的亲妈妈。左权，我的三个儿子参加了红军以后，全部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，永远的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不知道孩子们的部队是什么番号，我只知道他们是红军的部队呀。可惜呀，他们都倒下了，穿上了国民党的军服。孩子们呐，你们在九泉之下永远也不会瞑目啊。亲妈妈，你虽然失去了三个儿子，三个好儿子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左权和红一军团的所有官兵都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有一个军团。我没那个福分，担当不起。我只要你当着乡亲们的面脱下这身国民党的军服，我求你了。亲妈妈，亲妈妈，左权，红军不能扔下我们穷苦百姓不管呐。亲妈妈，我们知道乡亲们也不能扔下我们红军不管呐。我真着急，我恨不得扒开这胸膛，让你看看，让乡亲们看看，这心是红的，鲜红鲜红的呀。妈，相信我们是红军。儿啊，儿哎，你这一跪呀，娘全明白了，你们还是红军，还是咱穷人的队伍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原谅啊！我不应该咬你，叔叔，你打我一顿。小姑，叔叔真的原谅你，别哭啊，听话。小姑，叔叔真的原谅你了，别哭了啊。
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是舍不得我们，才关心我们，关注我们。我谢谢大家，谢谢乡亲。大敌当前，中华民族正在危在旦夕。可是，我们要把斗争矛头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。换军装，换军帽，算得了什么？那是形势，是需要。可是，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，红军的传统不会丢，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不会动摇。帽徽是白色，可是红军军帽上的红五星永远在我们的心中。誓师大会现在开始。首先，请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检阅部队。此刻我知道你们的心情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依恋之情。我们曾戴着红军军帽浴血奋战了十年，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，动摇了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。今天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，我们结成全民族联合统一战线，暂时把红军军帽收藏起来，换上青天白日的帽子。同志们，不管我们换个什么名义，戴上什么帽子，我们永远是共产党的军队，永远是红军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和牺牲，都是为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，都是为了将来建立新中国。请大家举起右手。我们面对全中国老百姓，面对中华大地，苍天宣誓，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，他要亡我国家，灭我种族，杀害我们父母兄弟，奸淫我们母亲姐妹，
烧我们的庄稼房屋，毁我们的耕具牲口，还我河山，保我民族。为了民族，为了国家，为了同胞，为了子孙，我们只有抗战到底。仅此宣誓，仅此宣誓，仅此宣誓，仅此宣誓。天子传令，天子传令，天子传令。进行大会第三项，齐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指挥。起来，不愿做。飞呀、啊，没有目标往哪里放飞呀、啊？那就找个目标飞呀、啊。你没养过鸽子，肯定不知道放飞鸽子的程序。这鸽子放飞前呀、啊，必须让它知道双方的位置，然后把鸽子运到对方去，再从对方让它飞到这里来，这样鸽子就放飞自如了。这里的程序还挺复杂的哈。
信鸽走天涯，累死养鸽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等你有了对象啊，他在前方打仗，信鸽给你们传递书信，到那个时候要多美有多美。大李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哎，芷兰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那我喂鸽子吧。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咱们都来喂鸽子。走，来给你。芷兰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呀。天真无邪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。哎，你对个人问题是怎么考虑的？我还小，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你还小啊？是啊，我来这儿的主要目的是好好学习，提高自己，然后呢，把这儿的工作做好。至于个人问题，我还真没有考虑。等你像我这个年龄，人老珠黄了，可就晚了啊。晚一点好啊。你看现在的年轻人，20多岁就有孩子了，整天在家围着孩子转，不成了地道的家庭主妇了吗？怎么，你在大姐面前还打起官腔来了？就算你不想早结婚，可那一帮一帮的男光棍也不好惹呀。他们眼睛瞪得比鸡蛋都大，都在盯着你，打你的主意，捕捉战机，随时向你发起进攻。李大姐，你就是这样过来的吧？没你说的那么邪乎，我才不吃这一套呢。来了这段时间，我没有发现什么呀。那些男青年见到我都还很客气呢。客气，客气意味着什么？那就是向你献殷勤，讨好你，巴结你，哄着你，让你呀、对他们产生好感。是吗？来，坐这儿，大姐跟你聊聊。男人向女人进攻的方式有很多，献殷勤呢是一种最残酷的手腕，最毒辣的战术和方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我的傻妹妹，越是对你陪着笑脸，越是对你甜言蜜语的人，你可要对他们提高警惕，不能放松，知道吗？我还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所以啊，你在单身女人当中是鹤立鸡群，太突出了。我哪点突出啊？一来你正值青春年华，二来呢你又长了一副漂亮的脸蛋，三来你又有文化，像你这样才貌双全的姑娘在咱们延安能找出几个来啊。你嘴上说你不考虑个人问题，我看呢，到时候你也未必守得住阵地，没准儿你也会打起白旗，双手投降，被人家当俘虏了。大姐，打锣听音，你如此这般的怜香惜玉，是不是想给我介绍对象啊？对象倒是有一个，条件也很不错，还是个姜字号的人物，就看你啊，领不领这个情了。这种事可遇不可求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，暂不考虑。如果组织出面，硬给你分配一个爱人，你考虑不考虑啊？还有这样的事啊？你太年轻了，又是刚来延安，知道的事情太少了。有组织出面，给男女双方疏通一下，撮合一下，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，这也不稀罕呀。那不成包办代替了吗？110情况怎么样？按照前方军分会彭总的部署，林彪、宁荣臻已到达上寨村。报告，110急电。日军已攻陷魏县、广陵、涞源，正向平型关方向疾驶。
战命令，让林彪、聂荣臻选择地形，进入伏击状态。凌贤关战斗，这可是八路军出师以来的第一仗。要么不打，要打，一定要打出个样子来。参谋长，你林彪、聂荣臻下达作战命令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一场硬仗、恶仗、大仗，必须打好。要打出八路军的八面威风，给全中国军民来一个信心，一个振奋。是。林烈正副师长，总部完全同意你们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。鉴于战机瞬息万变，你们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临时决定打法，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。平型关一仗必须打好，祝你们胜利。老政委好。杨德志同志，你这句话虽然只有四个字，但是存在着两大错误。这么严重啊？我正值中年，你不该对我称老啊。用词不当。严司长，是。别嘻嘻哈哈的。我现在的职务是副师长，不是政委，叫什么老政委？难怪左贤同志说呀，在你杨德志面前想发火都发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会笑啊。正为阎锡山的军队感到遗憾呐！有着这么好的地形，有着那么优良的装备，还有着比我们幺幺五师不知强大多少倍的优势，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打个伏击呢？阎锡山什么都不缺，他只缺两个字。两个什么字？胆量。说到点子上了。
情。